好。就在这边。就直接写好了，一摁就直接写比较快。写成这样子，好，再把两个系数写出来就差不多。
OK，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。OK， 那我们这样说了一块讯息一下。假设我们有办法，像我们哈密托尼安呢，写成一个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解答的哈密托尼安，然后它的 eigen value 是 en 零，上面有加个零。OK， 啊，这个零可能要刮好。然后呢，它的 eigen state 是 n 零，它 n 只是数目而已 ，OK， 只是个代表。那零就代表它是 h 零的 eigen state。那我们完整的需要求的未知的是这个 n 以及这个 en， 这两个是未知的 ，OK。那假设我们假设未知的这个 n 呢，可以有原来的 h 零的这个 eigen state， 再加上一些修正项，假设它的energy 的 eigen value 呢，也是原来 h 零这个已知的 eigen value， 再加上一些修正项。那么这个时候经过计算之后呢，我们就发觉这个修正项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第一个修正项，它也是我们已经解得的 eigen state， 因为这边有零，但是呢，它上起来之后，前面乘上一些系数就在右上方。那只是要求里面这个系数不能够等于你所感兴趣的这个 n。后面的第二阶也是一样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 energy 会有什么样 modification 呢？会有第一个原本的 h 零之后的 eigen value， 再加上修正之后的 h prime 就是为后面这个微扰项对原来已知的这个 state 做期望值，就把它夹住。OK， 以及再加上什么第二个修正项。OK， 那么大概呢就是这样子。这里面只有要求一个，它这个是 non-degenerate。OK， 那我们上次有讲很多例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再把其中一个例子呢，我们抓出来，然后再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啊来写。OK， 我戴一下眼镜。OK， 一样 example。OK， 我们假设有一个这个东西。其中基础是 F 是 the steady electric field， 跟多学电磁学用的 E 不太一样。OK， 好，我们就把这个记住一下。那么这个当然就是马上一观察呢，我们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。前面这个部分只是很单纯的什么 the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。One dimension。 OK， 那后面这个呢，我们就给它当做我们的 perturbation。 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它自然呢就可以写成这个呢 H0， 这个呢 H plus， 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们已经建构到这个地方。那么现在呢 ，H 零呢只是个 simple harmonic， 所以 simple harmonic 的这个 n 零啊就很容易知道 ，n 零呢就是 H 零的 eigen state， 对不对？本身呢我们就用 n 零来表示了，我们不再做任何其他的处理 ，OK， 用个很简单的 ，en 零呢很简单，它是等于 n 再加上二分之一的 h bar， 完美的，就这样子。这是我们已知的 ，OK， 已知的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那我们就开始来计算呢、啊、它的修正项。那第一个修正项就应该是这个，对不对 ？OK， perturbation， the first order perturbation。OK， 那就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我们的 en 一。根据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写成为 n 零
H plus Fu Q F 的 X， 然后再对 N 零做期望值，就是这个样子而已。这个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，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，负 q f 提出来，里面就是 n 0对大 x 对 n 0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我们解谐振荡啊里面，我们这个 n 呢，或者是它这 x 呢，我们可以用什么 operator 来运作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去查一下，你就知道 x 呢，事实上呢是可以写成 h bar 二 m omega a plus。A 底格 OK 就这样子。而且呢我们这些怎么运算呢，我们这样运算呢、啊、稍微复习一下，假设是这样子，你 A 底格放在 N0 的前面对它作用的时候，会让它升一阶，它会变成 N0 加1，那里面就变成 N0 加1。假设是 A OK Learning Operator 对 N0 作用，它就有点根号 N0，后面呢就下降一阶了 ，OK，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将这个整个代入 ，OK， 整个的代入。那么代入的时候呢，一 n one，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？负 q f n 零，那 x 呢就是等于这一串嘛。根号我不用，我有外面的括号 H bar 2 M omega A 再加上 A 底格，然后再对 N 零作用，把常数项统统提出来，我们里面就变成两项，第一个是 N 零对 A对 Learning Operator 作用，第二个是 N0 对 Rising Operator 作用，这个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等于什么，这个等于什么，这个呢运作完之后它是不是会等于根号 N0 加1的 N0 加1加1的 State， 对不对？后面这个运作完之后呢，啊，抱歉，这个是 lowing 不是 rising， 所以呢这应该等于根号 N0 对 N0 减一个作用，那后面这个呢是不是就等于根号 N0 加一，那对 N0 加一作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，负 QF 根号 H bar 2M omega， 那我们就变成两项了，第一项是根号 N0， 反正只是个系数可以提出来，里面就是 N0 对 N0 减一作用，第二个呢 N0 加一提出来，那里面就是 N0 对 N0 加一运作，那这一看就知道，因为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要是写成这样N0 对 M0 直接两个内积的话会等于 delta N0 delta M0， 两个一样一样，不一样它就怎么样，它就整个就跑掉了，因为它是正交的，所以这些通通都等于零，除非两个数字是一样，所以它告诉我们第一阶修正了等于什么，等于零，那就没有第一阶修正了，那没有第一阶修正呢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们还有第二阶，来还有第二阶，那我们就来计算 second order perturbation， OK second order perturbation， 那 second order perturbation 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做好几个东西，我看看哈，哎，我们应该要不要先做那个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能量算完了。我们要算 eigenstate， 待会再来算，对不对？等于说，我们这边这个计算呢，是告诉我们能量的修正项第一项等于零，但并不代表着这个
微方形的修正项一定会等于零哦，未必代表这样。我现在只是先算下面 ，OK， 先算下面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？En two 等于什么东西呢？summation i， 但 i 呢不等于 n， 0 Hamiltonian plus i 零的平方 en 零减掉 ei。 OK， 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样子。 OK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做的一件，这个是不是 homework？这题是不是 homework？ 现在算下来记不记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就先算上面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是不是就可以等于负 QF X？你看这些作业跟前面这些作业完全一样呢，我们只是把它提出来 ，FQF X 也把它更换一下。然后里面呢，我们就变成为 N 零 A 给我们快速一点，就可以类似这样子。直接从这边写到这个啊，干脆这个也把它直接展开来，速度比较快。那我们这边就是 N0 对 A I0 加上 N0 对 A 的一个 I0， 我们会有这两项。OK，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，这边会变成什么？负 QF， 这边完全不动。后面这个呢，会变成什么？这个会变成什么？这个是不是会变成了根号 I 零，然后 I 零减一？后面这一项是不是等于根号 I 零加一，然后 I 零加一的这个 state， 对不对？它要等于这个样子嘛。所以下面呢？它就会变成第一个根号 I0， 后面呢 N0 I0 减一，再加上根号 I0 加一，然后 N0 I0 加一，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，这很简单的一个形式。这个一看，这个还不简单，这个我们整个就把它简化了。那么第一个呢，这里面呢，你看我们这个summation这边是 i 在变 ，i 在变，所以这边呢，只要是 i 减一不等于 n 的，通通等于零，来，所以呢，简单一点，我们先造写好了，那它是不是就会形成 delta n 零，然后 i 零减一，对不对？加上根号 i 零加一 ，delta n 零。i 零加一，对不对？它会等于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把这整个呢，先把它还有一个下面这两个还没有解，这只是第一个，但是我需要一点空间，我在这边计算。好，什么叫做 en 减掉 ei 零呢？这个会等于什么 ？en 是等于 n 再加上二分之一。但因为现在 n 呢，我们都给它个 number 嘛，我们上面都说是零阶的，所以给它个零 ，h bar omega 减掉 i 呢，是不是就 i 零，再加上二分之一 h bar omega， 所以我们发现二分之一 h bar omega 的全部都消掉了，所以现在变成什么 ？n 零减掉 i 零的 h bar omega， 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分母也算完了，所以现在要算的呢？只是上面那个平方项而已。OK， 上面那个平方项。所以呢，我们呢继续来平方项之后呢，
我们现在就现在我看看剩下这个东西的平方，因为呢这边有平方项是在这边嘛，算完这个期望值的平方就是等于它的平方，来等于它的平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那这样子一来是不是我们 EN 二呢就可以等于 summation i， 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要把 summation i 写在这边。然后因为它的平方项啊，所以干脆这边整个都把平方，是不是它会变成哎常数项整个提出来 q 平方 f 平方 h bar 二 m omega， 好，这个不动啊，常数项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这个的平方，这个的平方我看看，等于说我们有两个啊，其实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会等于 i 零的平方 ，i 零，管它了，我们先造写根号 i 零 ，delta n 零 i 零减一，再加上根号 i 零加一 ，delta， 哇，惨了，我重写一下，我把前面写小一点。前面写小一点，前面写小一点，不然后面没有空间。OK， 然后呢，前面我们平方项会有 q 平方、f 平方、h bar、二 m omega。然后我们上面呢，根号 i 零 delta。n 零 i 零减一，然后再把后面的擦掉。根号 i 零加一 delta n 零 i 零加一除以 n 零，这边。我整个用这个来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会变成这个样，然后 h 八我们打在这边。OK， 好，我们基本上呢写到这边，然后现在呢只要把 i 进行下去就好了。i 可以各种变化，变到这两个，比如说这两个，记住 i 绝对。不能够等于 n 哦，sorry， 这两个绝对不能相等，一相等你分母就爆掉了，分母就变成零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整体就爆掉了，所以这两个永远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上面我们发觉它可以一样，也就是说，第一个是告诉我们说 n 零要等于 i 零减一，那上是上的 i 零嘛，也就是当 i 零等于 n 零加一的时候呢，这项存在。后面这个呢是说当 n0 要等于 i0 加1的时候，这个 delta 才会变成1，那么在这个时候的 i0 是不是就等于 n0 减掉 1， 所以我们有这两项会存在而已，其他所有的项你怎么加都是等于 0， right？ 所以现在就是差两项而已，所以两项就很简单了，我们是不是就会变成 q 平方 f 平方 h bar二 m omega，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了。然后两项，第一项这个呢 ，n i 零要等于 n 零加一，所以这边是根号 n 零加一，那后面就变成一了，对不对？那 i 要等于 n 零加一，那这边变 n 零加二 ，n 零加二跟 n 零根本就不一样，所以后面这项不见了，所以现在是在下面。那 i 零里面 n 零加一，所以 n 零减掉 n 零加一，是不是变成为负的 h bar omega？ Right？ 好，再加上某另外一项就是这项，当 n 零要等于 i 零加一的时候，这是 i 零会等于 n 零减一。你看看 i 零等于 n 零减一，假设 i 零等于 n 零减一，
再减一，那这项是不是变成 n 零减二 ？n 零减二跟 n 零本来就不一样 ，delta 等于零。那 i 零加一呢，会变成为 n 零，两个就一样，对不对 ？i 零加一会变成 n 零嘛，所以这边就是 n 零。那下面呢 ，i 零会变 n 零减一，所以 n 零减掉 n 零不见了，加一就变成除以 h 八 omega。哎，所以最后面呢，我们就得到 H 八 omega 吗？能杀了就把它杀一杀好了。OK， 那么哦，有个平方哦，对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平方，是不是？但问题是，这个平方是个别平方哦。所以是里面的平方，所以不是外面平方，因为每一项的平方嘛，所以我们这边要怎么办？上面的平方，所以上面的平方的话就变成没有开根号了，杀掉，没有开根号了，杀掉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对的吧？好。啊，没有交叉下，没关系，我先一项一项下去，最后就剩下这两项了，我直接先上了，我不先乘了，那维持平方嘛，因为最后面比如说当 I 零减一等于 n 零的时候，只有这项存在，所以只有这项平方就好，因为它是零，我就不管交叉项 OK， 反正交叉项不会存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其中一项永远等于零。好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杀掉了，然后这边呢有负号 n 零，所以这个是负 n 零减一，那负 n 零跟 n 零消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负 n 零消掉，所以这边会变成负一。来，所以 omega。那个好像消太快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还有一项 omega 分之一，负的 omega 分之一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变成为负的 q 平方 f 平方 2m omega 平方。OK， 这个呢就变成我们的修正项。所以现在我们的能量的修正项呢，本来 OK， 我们。整个写在这边好，本来我的能量呢 ，En 写在这里 ，En 会等于 En 零 ，N 零再加上二分之一 ，H 八欧米伽。第一个修正项等于零，因为这边告诉我。第二个修正项它告诉我们是等于负的 ，Q。平方 f 平方 over 2m omega 平方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修正项之下，所有你看看哦，前面这些能阶是不是很多？所以我们稍微画一下吧。所以前面的能阶，那我们是不是一条一条？这个呢？这是零一二三四，当然它有很多，一直都上去。这是 n 零的，OK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加上个修正项，没有想到这个修正项的里面跟 n 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是个常数哎。Omega 是不是常数？对啊，你的解谐振荡的频率嘛 ，Omega。所以呢，里面这些都是常数。所以相当于说，我们这一修正完之后呢，每一个都往下降了一点。OK， 所以呢，假设前面这个是 H 零，那后面这个呢就是 H 的结果，它把它全部都下降。OK， 好，那么这个是能量嘛，对不对？
那我们的 state 会变成什么 state？ 所以能量已经了解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来进行这个 state。 这个 state 第一个我们算到一阶就好了，因为第二阶要算下去太多了。我们你们这边抄完了没？抄完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？你们又干脆拿数位相机来拍好了，速度比较快，是吧？咔嚓一下就有了，啊，这效率很高，知道吗？哈，好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没有空间了。我们把 OK， 我们先猜一猜一下，这个会下降，所以这个是之后的，这是之前的，所以之前之后的这个 Eigen State， 我们是可不可以用之前的来排列组合弄成它？一定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根据这一边的话，你看看在这边之后的，就是之后的这个修正项嘛，我可以用之前没有 perturbation 时候的 eigen state 线性组合，就线性组合离这个常数是等嘛，等于这一个。第一个，它牵扯到两个能阶当中的对这个 perturbation 的一个夹击；第二个呢，牵扯到这两个能阶的差值。那这两个能阶的差值，就是代表说，假设我们今天在讨论某一个能阶。某一个，比如说这个眼光在看待它，我不晓得这个是由谁来组成的，但是我知道这个要是等于一的话，这一边呢会有一减掉其他的，只要不等于 m 就可以了嘛， m 不等于 n 就可以，其他的也就变成说这个能量减掉这个，这个能量减掉这个，所以呢可能前后这两个都会混合进来。那你说这个能阶会不会也贡献到这边来？有可能，但因为这个减掉这个之后，能量差是不是更大？这个减掉这个之后，是不是能量差更大？所以能量差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分母就越来越大，那它的贡献度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有这个现象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我们来算一下。我把这边这个擦掉哈，我假设这边你们都已经抄好了。这些我们都知道了吧，哈。OK， 第一阶修正，那我们修正呢，就给它下去了 ，n 就等于 n 0就是 n 0嘛，再加上我们那一大串的 summation。m， 但是不等于 n，OK，、okay， 里面会是什么呢 ？m 零 Hamiltonian plus n 零除以一 n 零减掉一 m 零后面呢 m 零，我们一定是这个样。那我们来看看它会变成什么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它等于 summation sum 一大票的东西啊。好，上面一大票的东西，我们先来作业上面的这个，所以呢 n 零 h plus n 零，我们就会变成负 qf 提出来嘛，然后把大 x 放在这里面 ，n 零放在这边，你看这个的计算跟先前几乎都完全一样，你看到没？把这两个提出来 ，x 摆在这边，像不像？完全一样哎，所以这个结果他妈照抄就好了。负 QF 根号 H 八二 M Omega， 然后呢有两项，这个 delta 根号 I 零是指后面这个，所以我们就要根号 N 零，对不对？然后 delta。这就是前面要跟后面减一的一样，前面是 m 零，
后面是 I 零减一，再加上根号 N 零加一，因为这个是 I 零加一 ，I 在后面，这个是 N 在后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德尔塔 M 零，然后呢？那不对，它是 summation n 的，这个是 summation i， 其实无所谓吧。我看看，啊，一样了，一样了。所以我看看，这个我怎么写 i 零了？整个把它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，哎，再来一次 ，OK， 头脑会混掉。总之我们最后可以类似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先把这个写下来，这个比较简单的。OK， 那么我们后面作业是对后面啊，啊，好了，干脆重来一次。N 零，我们是 M 零 ，A，N 零，再加上 M 零 ，A 这个。N 零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前面这整个东西是 sum M， 所以我要对着 M 来动作 ，N 是不动的 ，OK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？我应该是说，我来看这个。我们刚刚呢？有说要是 A 对 N 零，它会等于什么东西？根号 N 零 ，N 零减一。假设我们对它做整个底格，它会变成什么？变成颠倒 ，N 零 A 底格，它要等于什么呀？N 零减一变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们前面我们要的是 M， 那我就干脆这个给它 M， 很抱歉，对，差不多这样子。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们第一个呢，这个是不是会变成为根号 M 零提出来？这个会变成 M 零减一啊，再对 N 零加几，来，所以一样画葫芦，假设一个 M 零对一个 A， 也就是说 A 的格本来 rising 对右边是 rising， 对左边的 bar 就变成 lowing 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本来 lowing 现在就变成 rising， 所以我们这个呢就会变成根号 M 零加一，然后是什么 M 零加一对 N 零加七 ，OK， 然后呢这个呢整体一下。然后这边就会变成为两个 delta， 这样子 delta， 它 OK， 我们就变成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个算出来了，下面这个也很简单啊， EN0 减掉 EM0， EN0 就是 N0 再加上二分之一的 H 八欧米伽，现在呢我们把它减掉 M0 再加上 H 八欧米伽，我发现二分之一的这一项都减掉了，所以它最后面只会变成为 N0 减掉 M0 H 八欧米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这两个通通带上来。
所以恩呢会变成原本的，再加上 summation M， 只是要求 M 不准等于 N 而已。OK， 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写一写。上面呢会大家都有负号，常数项都有，通通提出来，负 QF 根号 H 吧。2m omega， 请大家记住一下哈，这边有个地方啊，这里面下面这个 m 指的是质量，这里面的 m 指的是 index， 所以这两个千万不要搞混掉。OK， 所以这里面的 m 我都写 m 0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么这个就会变成为，那这个是常数嘛，我们把它提到前面去，好不好？这样就不会有太多困难。然后 h 8 omega 也把它提到前面去，我们这边重写。我们就会变成为负的 QF 根号 H 八 2m omega， 发现下面这边分母地方还会多一个这个嘛，我就把它写在这边，然后 summation M 它要求不等于 N，然后分子的地方有根号 M0 加1 delta M0 加1的 N0， 再加上根号 M0 delta M0 减1的 N0 除以N 零减掉 M 零，好，所以我们 M 呢有好多个，好多好多这样一直上上去 ，OK， 上上上上上到什么时候刚刚好 M 零加一等于 N， 那这一项存在，上到呢 M 零减一等于 N 零，那这一项存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只有两项而已。所以这边呢继续写下来，我们会有 N0， 那干脆我们就先处理后面就好。所以这一项呢是不是可以写成两项，第一个当 N0 加1等于 N0， 什么时候 N0 加1会等于 N0， 当 N0 要等于 N0 减1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它有点根号 N0 减1加上1的开根号，那么这边就变成1，那后面呢就不见了。那 M0 会等于 N0 减 1， M0 会等于 N0 减 1， 这是第一项。加上第二项，当 M0 减1等于 N， 那 M0 减1等于 N 就代表 M0 要等于 N 加 1， N0 加上1除以 N0 减掉 M0， 就是变成什么 N0加一，我们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所以这边整理一下，它会变成什么？上面会等于根号 N 零，下面会是正一，哦，就等于根号 N 零。上面会是根号 N 零加一，下面会是等于负的，这样子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整体呢，啊，不要忘掉，后面还要再乘上一个 M0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我们的第一阶的修正做出来了。这边会变成为负的 QF 根号 H8 2m omega 除以 H8 omega， 你还没修正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 OK， 所以呢这边会变成，哦，这个假设把 N0 也放进来，那么这边就是 N0 这是什么减一，那么这个就是 N0
加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会变成为两项，第一项是根号 n0 减1，再减掉根号 n0 加1。它虽然说第一阶的能量修正相等于零，但它的function并不等于零，它确实是原来的，但是还要再加上上下两阶的混乘。也就是我现在考虑到这一条的话，这一条它的 i 跟 function 呢，会有本来的这一条，然后再将上下这两条呢的混乘进来，所以呢它会变成有三个分态，对不对？OK， 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，它就可以这样子写。OK， 好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哦，我们先下课。